然后看一下这题啊，他说甲乙共十人，今天任选三人参加比赛，好不好？每个人被选出的机会一样，则甲乙两人同时选出参赛之几率是多少？怎么算？我一再强调几率怎么算？全部分之我要的，全部有几个人？十个人，十个都说要挑几个？挑三个行不行？所以说所有方法是从全部十个当中挑几个？三个。我要什么啊？我要甲乙两人同时被录取，同时被选出。换句话说，原本是十个当中挑三个，对不对？我要甲和乙同时嘛。所以说第一个观念，甲和乙要不要被选到？要。所以说我先从这甲和乙这两个当中挑几个？两个。我先选出甲和乙了，选出来之后告诉我只剩下几个人在那边？八个。剩下八个当中，再从剩下八个当中挑几个？一个出来输掉了，对，可以啊。所以说全部是几？十的十取三嘛，从全部十个当中挑三个嘛。我要什么？我是又要甲又要乙，所以说先从这两个当中挑两个，你们两个入选，算。对，剩下几个呢？八个，再挑几个？一个是出来了，所以说把它乘开，七二十取八十几，十九八所以三二一，120，所以算算120分之8，所以越分越掉，15分之7，1 ，OK。